这是一款 IGN 评分 8.8 的塞尔达动作类型手游，喜欢探险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。团队耗时3年研究场景细节，为的是让玩家体验身临其境的感觉。游戏整体画风呈吉卜力美术风格，你将在这个颇具挑战性的开放世界中对抗凶猛的敌人，展开一段激动人心的冒险。其中的地牢探索也是这个游戏的高光所在，无论你是想干或者咸鱼塔，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，体验到一个不一样的冒险旅程。